锁定主流，探短期。来，全国同学，一起跟着念，好不好？锁定主流，赚大钱啊！股市凭什么赚钱？你先回答我，凭什么赚钱？凭的是专业嘛。那张老师，我也不需要跟你啊，我也不是跟你吹牛，我就跟你讲很实在的啊。张大文，我就是40年的操盘专业，筹码专业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张老师40年专业，就是告诉你，想赚大钱，只有一条路，只有一条路，重压重压重压主流，你才会赚大钱嘛。你每次看电视，哦，看到大涨就乱追乱买，买的都不是主流，你的下场只有一条路，满手满手套牢惨赔嘛。所以张老师一再苦口婆心啊，主流出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懂得重压大买，把握机会，不要啰嗦。哦，来股票市场做股票不是啰里啰嗦的。哎呀，张老师，我这个舍不得卖，那个舍不得卖，你舍不得卖，通通没有用，舍不得卖你更赔钱，啊！来，别的不啰嗦，全国同学，7月份台股大涨到17400，来，你告诉我，当时7月份我跟你讲了，现在 YouTube 都有重播，你去看。95%以上的股市节目啊，当时我看到很多股市老师那个标题啊，恭贺 AI 全面大涨啊，有的啊，台股上看18000啊，恭贺 AI 全面大涨。七月份当时全市场疯狂乱追的 AI， 就是技嘉嘛。就是伟创嘛，就七月份带你拼命追技嘉的那些老师，来，你告诉我，啊，七月份呢？技嘉380，请你告诉我，今天技嘉什么？今天技嘉怎么样？211嘛，大跌50%，今天还在破底耶，今天还在破底耶，是不是大跌50%呢？啊，那张老师七月份当时呼吁，在非凡全国，在非凡股市现场也好，在每天的盘中连线也好，从七月份警告你17400嘛，这是什么 M 头嘛， M 头转空啊，我大盘要向下中期修正，要大跌破底，17400做指数的把握，向下避险股票警告你，尤其电子股警告你逃命空嘛，啊，17400，你问你告诉我，全中华民国有谁在17400警告你逃命空啊？每个都跟你吹牛，哇 ，AI 哦，全面大涨啊，通通搞死你了。那张大文很简单，我在七月份公开在非凡，啊，这个非凡的股市现场晚上8点的郑明娟节目，我在七月份也警告 ，M 头。我这个盘要向下重挫哦，啊，转空逃命空哦，来，请你告诉我，技嘉有没有重挫？有没有重挫嘛？380杀到210耶，啊，你是不是100万剩50万呢？200万剩100万呢？啊，当时七月份乱追伟创，来看一下，160摔到80。是不是100万剩50万呢？是不是100万剩50万？啊，那航空股很多人乱追啊，一样啊，长龙航40多杀到20多，一样100万剩50万嘛，同学，所以筹码重不重要啊？你不懂筹码，七月份你跟你的老师在乱追 AI， 乱追技嘉，今天几条命啊？你告诉我你几条命啊？100万剩50万啊，伟创100万剩50万啊，长龙行100万剩50万啊，啊！我说重压主流赚大钱嘛。你说张老师啊，七月份以来台股啊重挫1000多点破底耶，台股是不是重挫破底啊？上礼拜还破16000啊，
你说怎么赚钱呢？有主流吗？有没有？啊？我说大盘跌1000多点，你重压主流，赚大钱倍数翻呢？你说张老师你骗笑哎，跌1000多点，重挫破底，怎么倍数翻呢？来，全国同学，亲眼见证，我在八月份，我在八月份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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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非凡全国电视媒体公开呼吁，八月份，我说手上我不管你什么台积电，什么电，啊，什么 AI， 我说你赶快逃命，连台积电，我没有讲台积电不好，但问题你从七月份你买台积电，七月份你买台积电到今天，你告诉我你要怎么赚钱呢？啊，590。你告诉我你要怎么赚钱啊？七月份买台积电，你告诉我你要怎么赚钱？所以当时八月初，我在全国媒体我呼吁，我说不管你手上台积电呐、什么 AI 啦，我说你赶快逃命卖出。八月初，我呼吁全国非凡同学，你想赚大钱，你就把握重压张老师大户筹码。40年的专业，帮你万中选一啊，千中选一啊！哎，台股现在不是像我们民国70几年，我们操作股票的时候不到100档，现在1600档。张老师不是带你射飞镖哎，你参加很多股市节目你就知道了，很多股市老师都玩那一套，会员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7、8组。然后每一组3档5档不一样的股票，然后10组下来就50档股票，跟你射飞镖嘛。所以你参加以后，哎，那个涨的我怎么没有？他抱歉，你是这一组啊，你这一组的股票都是跌停板，那一组才会，你要再缴钱啊，每天都搞你拐你。张大文很简单，我八月初全国会员不分男女老少，麻烦帮我做见证。我说我手上不管你什么电子股、航空股，我说你全部给我卖掉，把资金全力重压一档叫做系统。八月初全国男女老幼做见证了，八月初重压一档叫做系统，啊，八月初重压一档叫做系统，当时20几块，啊，你的老师叫你重压什么？技嘉，哈哈，到今天100万剩50万，啊，你的老师每天就是重压长龙行，100万剩50万。张老师八月初全国会员见证，就是重压一档，系统20几块，涨到多少？涨到多少？啊 ，Kiba Z。60多块啊，同学，你告诉我，八月份20几块重压，就是一档系统，涨到60几块，是不是200万变600万呢？是不是200万变600万？你自己回答，那是不是100万变300万呢？啊，2个月的时间哦，100万变300万，200万变600万。那你在八月份还在跟你的老师追什么技嘉？你100万剩50万，今天还在破底，所以你跟错老师，100万剩50万很正常。你八月初听张老师的话，重压系统，100万变300万，同样100万，八月份你去买技嘉，100万剩50万。你八月份100万重压系统变300万，一个100万剩50万，买对主流100万变300万，是你的6倍。所以你看主流重不重要？所以买股票不是抱一大堆呢。哎呦，我系统，哎呀，我的技嘉舍不得卖，对不对？对，技嘉舍不得卖，继续破底，啊，长荣行舍不得卖，继续破底。你八月初全力重压资金转进系统，
当时不管你赔两成三成，结果大涨两倍，赔的早就回来了。所以张老师是很实实在在告诉你反败为胜的做法。你不是设飞镖，不是套牢了，哎呀，不处理，不处理，不处理，继续套牢，不处理，继续破底。因为非主流就是不断的向下破底，只有主流才会大涨嘛，只有主流才会倍数翻嘛。所以八月初二十多块，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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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压系统，结果涨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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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涨不停，哎，同学，二十几来到六十几，哎，是不是两百万变六百万呢？是不是一百万变三百万呢？那上礼拜我们讲得很清楚，来到六字头不要碰，随便卖，随便卖，获利要放口袋嘛。所以所有八月份跟着权力重压系统，是不是大涨两倍啊？啊，是不是大涨两倍啊？二十变六十啊，两百万变六百万，一百万变三百万。好，不啰嗦。那错过八月系统了，九月谁会大涨啊？啊，谁啊？高速光纤网路，对不对？高速传输，谁啊？讯星嘛。九月份讯星，跟你讲，董事长一样换人喽，跟系统一样，董事长换人喽，大换血，脱胎换骨，从九十多块讯星，把握把握把握，大地完成，结果呢？啊，涨停，涨停，涨停，再涨停，再涨停，再涨停，涨不停啊！你看几次涨停啊？哎，从九十几来到一七九，哎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又要涨一倍喽！大涨八成，大涨八成，一样，逢高不啰嗦，逢高不啰嗦。把握获利就这么简单，所以恭喜全国同学，你八月份听张老师的话，二十到六十，两百万变六百万，一百万变三百万，把握获利。九月份讯星九十涨到一百七十九，差点又要涨一倍喽。好，重点来了，十月份谁会大涨？十月份谁会大涨？啊，来。错过八月系统涨两倍，讯星涨八成，系统第二，系统第二，谁啊？给你报告什么？明年新药上市，我讲到新药你就知道它是什么股了。九月营收暴增 340%， 十月份九十多块，九十多块，九十多块，来，熊同学，你先搞清楚哦，十月份很多股票哦，十月份哦，你先弄清楚哦，十月份哦，十月份台股哦是一度重挫九百点哦，十月份很多电子股哦，广达260杀到180重挫大跌啊，鸿海重挫破底。那张老师十月份请你把握新药上市生技股，从九十多，九十多涨停一百啊，有没有看到？九十到一百啊，第二次涨停110啊，110啊，涨完了没有？第三只涨停啊，110多啊，啊，120啊，同学，同学，十月份以来大涨三成，所以张老师要跟大家讲的，你十月份不管今天大盘涨还跌，十月份大家最看好的广达，你看看摔得多可怜呢、啊，摔得多可怜呢、啊，啊，跌了快100块，啊。投资人最喜欢的鸿海照样重挫破底嘛，所以张老师为什么十月份告诉你生技股大涨三成，大涨三成，大涨三成，
好，再度见证了，系统二号三只涨停。好，重点来了，不啰嗦。你说张老师啊，我八月份没有跟上系统，涨了快两倍嘞。九月份讯星涨八成，十月份系统第二三只涨停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来，认真看，认真看，这是关系到你今年年底能不能反败为胜。今年第四季能不能成为市场最开心、最大的赢家、最开心的投资人？关键来了啊！就像我八月份当时苦口婆心，赶快重压系统。你看看，你当时不听话，吃亏倒霉后悔的绝对是你。不啰嗦，所有错过八月份张老师苦心请全国投资朋友跟上重压系统，大涨两倍，跟上重压大买，没听话的，来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先看清楚啊。八月份当时我请你重压系统，第一股价怎样？大跌八成了哈，筹码清理得很干净，然后一年多来都在二十多块，大底完成，筹码翻多，重挫八成，底部筹码翻多，再来第二季获利创新高，所以当时二十多块，请你赶快把资金全力重压，然后系统又是什么？联电集团，联电董事长来担任系统董事长，又是有集团股做账的行情，又是集团股，又是集团联电董事长当董事长，所以又有集团做账行情，大底完成，把握重压大买，结果一口气大涨两倍，两百万变六百万，一百万变三百万。好，你说现在系统要回到二十几块，你想得美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但是现在有一档股票，也是集团股，也是第三季获利，创了这几年来的新高，也是集团龙头股。那年底，像联电集团、系统能够大涨两倍，那这个集团在国内也是相当赫赫有名的哈。所以年底集团做账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现在台股年底集团做账行情展开，然后获利能够创新高的集团做账股，那涨起来更凶了。所以不啰嗦，所有错过联电集团系统大涨两倍的年底集团作战股，系统三号，看清楚，股价第一从三百附近重挫八成，第二筹码大翻多，跟当时请你重压系统完全一样，一年大底完成了，一年来都在一百块以下震荡整理，然后第三季的获利暴增一倍，创两年新高。所以这一档股票就是继系统大涨两倍之后，再一档的集团作战大波段行情正式启动。正式启动哦，这一年多来都在一百多块，一直到了十一月初，第一只涨停，突破三位数哦。突破百元了，今天再创新高啊！再创新高啊！看清楚啊！集团作账大波段行情，所有错过系统大涨两倍的集团作账行情正式启动。集团作账行情正式启动，系统三号，赶快跟上！系统三号，赶快跟上！重压系统三号，这是你今年年底反败为胜最后的机会。不管你现在套牢什么股票，错过系统大涨两倍的，张老师再一次四十年的专业，诚恳郑重呼吁，这是你今年年底反败为胜最后的机会。你年底能不能反败为胜成为赢家，
就看此一举，赶快拨电话进来，系统三号跟上脚步。锁定主流，翻倍计划，不啰嗦，所有全国非凡同学亲眼见证，张老师八月初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当时系统二十几块，全国同学男女老少，新会员 老同学通通一样，把资金全力集中重压系统，二十几块涨到六十几块，短短两个月，200万变600万，100万变300万，有没有让你赚一倍？自己摸摸良心。而且系统全国同学八月初所有加入的同学通通有，我不会说哎呀会员这一组有那一组没有，跟你这个的歪七扭八啊，给你这个招摇撞骗。好的股票全部重要，200万变600万，100万变300万，有没有赚一倍？你自己亲眼见证。好，不啰嗦。你说张老师啊，我错过系统嘞。来，跟系统一样的结构，当时带你重压系统，第一重挫八成，第二一年来大底结构完成，第三集团董事长换人了、获利创新高，结果股价一飞冲天。啊，200万变600万，100万变300万，所有错过八月份20多块的系统，来年底集团做账，这是台股最大最大最大的行情，集团做账再加上获利创新高，系统就是如此，联电集团做账获利创新高，所以股价能大涨两倍。那现在另一个集团亲眼看一下，股价重挫八成，一年来大底完成，获利创新高啊，同学，这又是一次的机会啊！我只能苦口婆心的跟你报告，你错过张老师八月份20几块，请你把握重压大买唯一一档系统，结果你也亲眼见证，200万变600万，100万变300万，错过系统的不要难过。不要难过，不要错过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集团做账大波段行情正式启动，务必跟上，赶快跟上，这是你对家人交代获利最后的机会。你要给家人过好日子，你就要重压主流嘛。你不买主流，满手技嘉，你照样套牢啊。这是你最后翻身致富的机会。年底要给家人过好日子，明年新春要给大家大红包，来把握跟上，集团获利爆发，系统三号10月2号第一支涨停，跟你讲站上100，今天再创新高，绝不啰嗦，集团做账行情正式启动，系统三号第四季主流翻倍计划，错过系统大涨两倍的系统三号，绝对是你最后唯一的机会，手中套牢该怎么处理？不要啰嗦，赶快拨电话进来，跟上脚步，帮自己给自己家人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。拨电话进来，系统三号带着你反败为胜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